咋样？和你一样急的我也不听，我怎么弄？哇，那急得冲好硬哦！妈，你快给我买个菜哦！主要都吃不了，还没菜。把钱打你死了！我有事把破菜挤下去，让对手挤好。俺爷爷上班喽。啊，也不是俺喝。十几个人了。二十几个人，酒光了就才行。酒光了就才行。我把一两两拽起，这样也就没了。妈，还能挣二分钟就好。哦。弄水好。哇，好几啊，六斤。妈，今儿的这凉皮儿洋气，翡翠凉皮儿，特有差异。今儿的土豆丝美得很。看你打你后劲了，但是没人。妈，你还有咋绝活了？咱俩这都有好有闲事儿。这是啥绝活噻？这家常饭吗？